好事多磨，哎，吃饭了，吃饭了。我最多待他一个星期，下星期准能回到家。连长，咱们这个新指导员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听说是个有文化的，在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。哎，那好啊，那以后可以天天照相了啊。<笑> 新指导员到了，到了。哎，欢迎欢迎，我叫梁才喜，我姓赵，赵鸿生。哎呀，知道知道，来来来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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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算计着，仪式该到了啊。好，好，好，坐着到，全力集合，是，来。 通知崔指导员长，晚上多搞几个好菜。是，来，谢谢。来，喝水。啊，我这有。我们那个王指导员啊，他到军校学习已经半年多了。咱们早就盼着上级给咱们派一个指导员来。 你的老家是在什么地方？啊，江西。不过我生在山东的沂蒙山。哦，怪不得你叫赵蒙生。<笑>我也是山东沂蒙山人。这么说，咱们还是半拉子老乡呢。<笑>啊，是。好大一股香姨子味啊！这是檀香皂，怎么样？好，九毛六一块。文过八回，没舍得给老婆买。我来介绍一下。 这是我们这有名的滑稽演员。哎，不，炮牌排长。金开来，金开来，没事没事，不是什么滑稽演员，倒是全连挂号的。牢骚大王，二十六七岁了吧？31了。咱可不是什么选性对象。我来，不像啊。这么说，咱们两个是同岁，都是属猪的。哎，我这有，可看上去啊，少说。 你比我年轻有七八岁，哪里？嗯，你确实面嫩，反正你们俩一看便知。哎，坐坐坐，好，一个吃牛奶长大的，
一个吃地瓜干的长大。咱们这些吃地瓜干的长大的，就是一天擦上三遍雪花膏都去不了这个土腥味儿。你呀、啊，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，一点不错。半截缸打地夯，麻袋里边装谷糠。来来来，喝水喝水，喝。啊。哎，我们那个副连长上教导队轮训去了，副指导员上个月回家探亲去了，咱们这个连呢就剩下我们几个，整天是连轴转。这回你来了可就好了，要不然我这个探亲假怕是休不成了。啊，快当爹了啊。连长，嗯，这不指导员也来了，干脆明天就开路啊。别再给人家韩云秀开空头支票了，让人家天天在家等你。这个连队干部就是这样。哎呀，娶个老婆当月亮看呢。哎，老季，嗯，看什么呢？他不是，我闻着有股照相机的味儿啊。志远，咱们和同志们见见面。啊，好，好。三一二三，向左转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小心！立正！报告连长，部队集合完毕，请指示。小心！小心！这是新调到我们连的赵指导员。赵指导员原是军政治部的摄影干事，他文化高有水平，大家不要有什么误解，赵指导员既不是到我们这儿代职锻炼，更不是来体验生活，是组织上正式任命他为我们九连的指导员，今后大家遇事要向他多请示多报告，军人嘛，服从命令是天职，大家要坚决服从赵指导员的指挥，请指导员嚼了。同志们，我水平不高，也没有什么经验，我愿意和大家一起把工作做好。这个讲完了。这是我们的菜地，今年我们连的蔬菜长得还真不孬嘞。这是我们的豆腐房。哦，咱们的豆腐基本上可以自己了。胖子到啊。哦，够胖的啊。炊事班长吗？啊，好，你忙吧。下个月计划让全连每天都能喝上鲜豆浆啊。指导员啊，指导员啊，你忙。三喜，再过两个月就是咱们结婚三年了。梁三喜到。韩云秀，你们两个来登记结婚都是自愿吧？自愿啊。韩云秀，和梁三喜结婚你同意吗？说呀。他们这都是自由恋爱。那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说话呀？你要是不表态，这结婚证可就不能发了。同意。
什么也得回去喽。哎，嫁给你算是倒霉了。结婚两年，让我守两年的活活。你妈妈天天嚷嚷着把你调回来，调回来，可是结果呢？你又来这一套。你也别跟我来这一套。你们家这小圈子里的事我早就看透了。我早知你这样，早知你这样，我还不如回到福林宫里去呢。妈妈为咱们的事儿也没少费心思。好啊，老崔啊，就那么办啊。妈，萌生啊，啊，明天回部队吧。啊、军里崔副政委让你下连当指导员。什么？你去的那个师的师长，过去当过你爸爸警卫员。你下连队当几个月指导员以后，可以直接从市里调回来。妈，下部队，萌生怎么受得了呢？直线调不成，只有搞曲线调动。萌生啊，这次下部队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，事情就办妥了。妈妈万岁。李排长，到。今天训练提前了吧？提前了5分钟。哎，指导员，歇会儿吧。看什么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快跟上。指导员，别往心里去。对这种没有艺术细胞的人，你和……我是艺术细胞。有什么高见，你冲我金凯来说。我说亏你不在我的炮排，要在，哼，你瞧，你瞧，你瞧，就你这个懒散劲儿，3天，我要不把你这拉稀了，算我不是金凯来。
指导员，谢慢。哎，今天出去玩玩。嗯。我来吧，不错嘛，啊，都是咱们连长教我的。哎，吃糖啊，再见。嗯，老家哪儿啊？五台县的。啊，那就金家沟，到处都是山。哎，五台县离北京不远吧？嗯，可我还从来没到过北京呢。怎么？去一趟，来回就得花10块钱。不过我想，过两年看家的时候，一定拐弯到北京去，看看天安门。啊！哎，你消的愁伤？嗯，我奶奶消的。手艺不错嘛，啊？这是仿照间隔线除障厂的样子做的。哦，我还以为是真竹子。指导员，嗯，您要喜欢就拿去吧。哎，再削一个，留着给你奶奶吧。啊，嗯。谁知道，哪年哪月才见得到我奶奶呀？今天是什么日子？忘了。3年前，就是今天，咱们在干嘛？干嘛？我在干民兵。你在闹之前。还有呢？想想看。你说嘛。守着你，又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春妮，那我看你明天就走吧。我说你动作快点啊，指导员，柱子，你也不看电影，过来，小老太，来，连长，连长，哎，小福克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别，小福克，动作快点啊，连长，哎，指导员，小福克啊，啊，怎么样？今天谁给谁一奖？哎，哎，咋样的？指导员抽烟水平不低啊，弟兄们，喝了喝了，哎哎。今天这两盒烟不抽完，这茬老汉呀是坚决不罢休啊！啷个啷哩个啷啊！算了，今晚上都挺累的，不甩了。哎，班长，我就知道看完电影你就没心思甩老汉了。哎，怎么的？想早点躺下梦里会春妮儿啊？来不及了，真的。哎呀，要是霓虹灯下哨兵在咱们连演100场，咱们连长能看100次。哎，指导员，你知道这为啥吗？别看咱们连长这个穷样，哎，他命好，安了个俊媳妇儿啊，媳妇儿姓韩，名玉秀，哎，那长得比电影里边那个春妮还水灵，可是比春妮还能干，哎，戏演比春妮还好。爷，你看这一提春妮，咱们连长那个嘴都又合不上了。哎，穿花衣裳的多像韩玉秀啊，咱们一首革命群众之魂。哎。你说给谁的了？来，你说陈雪这小子他怎么不撒泼尿照照自己？是啊，春妮多漂亮！你说你摊上多好的媳妇还闹离婚，哎呀，要是我摊上那样媳妇啊，下辈子变牛变马也值。哎，哪像我那个老婆，大麻得包一个，这粪粪倒有。大人，叫你老婆听见，少不得又得摁住她，给她刷刷牙。哎，听见怎么的？他充其量就是公社棉羊厂的合同工。我今天来对他每一句话都是最高指示。我去把那全家福拿出来，这拿出来，指导员看，指导员看看看就看看。哎呀，老夫老妻的，谁看谁看。哎，他娘，瞧，杨乃花穿上黄毛衣，线条也有了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长得还不错嘛。哎，别谈老婆了，继续打扑克。来。我这，来，我说你这是干啥？连长，看见，别在这苦熬了，该回去探家了啊！是啊，是得回家了。
等指导员再熟悉一下咱们连里的情况，我就走。哎，夫妻两地远隔千里，一年还就这么一个月的假。连长，要走你可趁早走啊，这个韩英秀可是快抱窝了。我说你等他抱窝回去那有啥意思？说你这个人呢，你说话就不能文明点。这打扑克吧你不干，谈老婆你又说不文明，那你说这星期六晚上怎么熬？来来来，说赶紧了，说啊，耍赖呀、啊！老规矩啊，爸，咱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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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，坐，接着来，接着，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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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干啥呀？你干什么？说正经的，指导员，你刚来对我金克莱还不了解，今天当着大家的面，我把这心里话给你掏一掏。下一批干部转业。我金克莱说什么也得走，别走。为啥？有些领导看不惯咱，把我当成了冤大头。得，咱们知道这胳膊拧不过大腿去，惹不起我转业行吧？回去也不图别的，老婆还在一块热汤热水的啊。回去挺尸睡大觉。金克莱这个人，别听他说话难听，作风很正派。他是我们全团最老的破坏排长了。论工作那是呱呱叫，讲技术更是没人比。带兵方法虽说生硬了一点，他对战士很有感情。哼，这个人呢？就是爱发牢骚，爱挑上面的刺儿，这个毛病老也是改不了。连长，要是这是宣传教育提纲，你看一下。挺好。啊，老金要说臭，就臭在他那张嘴上。这不，咱们连里头几次提想提升他当副连长，上边就是不批。是啊。看得出来啊，指导员，这是你的邮包。啊，嗯，还有信，下午来的。哦，好，去吧。我查哨去。哎，那我，你开心。蒙生啊，我已经跟你们师的领导打过三次电话，他们说眼下不是前几年了，调动的事不能操之过急，让你在连队里干半年再说啊。指导员，帮我改改这首我写的诗。什么题目啊？题目？哦不，这个诗就是
幻想的翅膀飞向那遥远的四方啊。我有，哎，你不走啊，我都知道什么原因。什么原因？有个人是枣核屁股，在这蹲不下来。你少说废话。我就是要说，咱们这是部队，哎，不是他们家造火门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。老金，这种话不能随便在下边下传播，要注意影响。谁也不是瞎子，来都快一个月了，连咱们连多少人数还不知道呢。接着你就说吃饭吧，整天像吃药似的，我就是看不惯。连长。啊，这谁的衣服啊？指导员的。我说他自己不会洗呀。连长，坐在生活上要多关心他一点。送去。这不是幼儿园，他要享福让他回家享去啊！哪怕他天天用牛奶洗澡。老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疯了？该照顾，咱们还是要照顾。连长，你照顾他，他不照顾你。我都看透了，你就是把心掏出来，你也是留不住人家。人家是你干什么？少说两句。好好好好，你就你花班长。连长、连长，你的信。连长，一秀嫂子来信了，快好好看看吧。三喜儿，你几次来信都说，新来的指导员一到连队，你就回家探家，俺见天盼着你回来，咱娘也整天守在大门口，向公路上望着，可是还不见你的人影。要是连队里的事儿实在忙，你也别让领导犯难，家中一切都好，你别挂着。三喜儿，你可别太省钱了，要保重身体。今年收成不错，俺喂的那头猪也百多斤了呢。三喜儿，俺快要生了，你琢磨着给孩子起个名儿吧。嗯，又快一年没有见到你了，记得去年春天我第一次到你们连队探亲的时候，就是韩玉秀啊。好好啊啊啊啊，欢迎欢迎啊。哎呀，
我的脚都肿了。等会儿吃完了饭呢，好好烫烫脚。车票买回去。是。柱子。哎。老金。你也不宽敞啊。我再不宽敞也比你强。不是你别娘们似的。哎。你看你看你看。要回家就像我回家的样。过来。你过来。过来。42号的。你准能穿。哎呀，我穿的，你试试。来。嘿嘿嘿，这，哎，你这玩意儿，这个，嘿嘿，晚上，嗯。蒙生，调动之事已见眉目，师里答应着急办理，你一旦接到调令，务必尽快离开连队。据可靠消息，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，此属绝密，你自己心中有数即可，切莫声张，切莫瞎传。司令员，有件事儿想和你商量一下。我的探亲报告已经批下来一个多月了，营长一再催促我回去。我想明天我就动身休假，这样的话回来了也耽误不了咱们年终考核，你说呢？走呗。指导员，我这个人有话憋在肚子里头也是怪难熬的。
前些日子我就听说，这次我到团里去开会，又听到了关于你的一些风言风语，说你下连队是为了调走。我琢磨着，这事可能是有人瞎传。不过，你要是真调走的话，这假我暂时不休了。要是你没有这个事儿，那我想明天我休假不休假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至于有人议论我，哼，舌头长这么自己嘴上，哎，说什么说什么，反正组织上没有把我调走。他奶奶的，这他说冷就冷起来了。连长，车票买来了。明天上午9:30的。看不成了，王姐。哎，还有，你也抽空回去拾掇拾掇吧。怎么样？看来部队是要开拔了。好。啊？这活见鬼了！往哪儿开拔？往南边，你不觉着咱们现在应该是打一仗了？仗是早该打了，和全国这么多军队，而且枪声离我们又这么远。哎，你怎么知道我们部队要往前开呢？别问了，等着瞧就行了。连长，是不是上面给你偷什么风了？没有。那你这是我，是从指导员他母亲那儿得来的消息。这不活见鬼了吗？那个老娘们能给你什么消息？你呀，真是个直肠子。你就没想想，他为啥对指导员的调动问题抓得这么紧？我听团里的干事们讲，这些天，指导员的母亲几乎是天天往市里头挂电话。有道理。听说这个老娘们神通广大，她知道的消息比军长市长还早呢。这不就得了？我估计着部队不出10天之内就得有行动。哎，我说这事你可千万要保密啊，我也只是瞎估计，别出去瞎嚷嚷啊。哎，奶奶的，只要是共产党坐天下，这个老娘们要胆敢在部队上前线的时候，把你这个花花公子给我调过去。老弟，你看着，我要不自费上北京告他去，我就不是今天来。崔师班长到，赶快回去打背包，今天晚上12点出发。哎，那猪呢？交流所处。是。叶班长到，动作要快。是。哎，连长，等会儿部队集合起来，你做一个简短的战斗动员吧。今晚上啊，我请客啊！你看，来不及了，上了车再喝啊！
哦，收到了。嗯，是。连长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是。我问你，既然你不想留在我们连队，那你为啥要自己要求下连队，不直接从军里调走？你是拿我们九连一百多号人开玩笑？我实在是对不起同志们。你打算咋办？三星儿啊，三喜同志，咱们相处也三个多月了，尽管我们之间有矛盾，可是我看准了，你们都是些好同志，你就放我走吧。谁是你的好同志？你滚！滚！现在你就给我滚蛋！奶奶的，这是青年下放的时候，你们怕下乡都涌到部队里头来了，现在感到吃苦了，又削尖了脑袋要回大城市，你可以拿着盖着红印章的调令，你给我滚！我可以请求组织上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。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中国是我的，可也是你的。赵文生同志，你不会不知道，你身上穿的是军装。现在在你面前正处在一道坎上，前进一步还好说，后退一步你是个啥？有的是刺儿。你琢磨琢磨，你好好想想吧。同胞们，你们都少抽点烟好不好？老实叙叙旧。没有是你去你的！喂，大爷！来来来，再来吧，大姐，大姐啊！伙计们，猛吃猛喝，上了战场的子弹可不长眼睛，死了咱别当饿死鬼啊！接着
嗯，是。丢了这么多碉堡，看到了吧？炮口早就对准了我们。200个亿养个狼崽子，他奶奶的！我让你怎么吃进去的，就你怎么吐出来。我们的学校给炸成了这个样子，连孩子他们都不放过。你哭什么？当兵的就是这样吗？战争来了就不能怕死啊？我能不疼萌生？我就这么一个儿子。唉，当初真不如让他学点技术了。雷神爷，雷神爷，雷神爷怎么样？当初从银幕上去战场上，不是您从死人堆里把他背回来的吗？他能活到今天，他能当上军长，他还讲不讲点良心呢？我就求他这一次。喂，长途台，请接云南前线临沂指挥所。到底哪儿？传达下去，清楚。注意，有什么意见再带上来。开门。好，就这样吧。喂，你哪里？喂。急事！哎，太慢了，这样不行。对，对对，好。哎，你哪里？好，你们要注意隐蔽，你们要注意隐蔽。你们要注意隐蔽。我慢点，要注意隐蔽啊！我是雷震。啊？哦。啊？喂喂喂喂！什么？对啊。哎呀，有话请你直说吧。我们保持距离。第一梯队呢？很好。二连保持距离。靠拢，注意隐蔽啊！哪里？注意隐蔽。同志们，
现在战争就要打响了，我的千军万马正要去杀敌，拼命流血。可就在这个时候，我的军里发生了一件奇闻怪事。我也打了几十年的仗了，撑得起是身经百战了吧？啊，在百战中遇上这种事，我还是第一次。所以今天我的老毛病可能又要犯，可能又要甩帽子骂娘。有那么一位神通广大的贵妇人，了不起呀、啊，很了不起哟。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把电话要到我的前沿指挥所。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呀，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。他来电话干什么呀？让我关照他的儿子，要我把他的儿子调回后方，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。他奶奶的，走后门竟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。他的儿子何许人也？此人原是军机关的一个干事，眼下就在你们师某连当指导员。我不管他是天老爷的夫人还是地老爷的太太，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，我偏要他的儿子第一个扛着炸药包去炸掉跑。我看军长骂得好，该骂，骂得对，说一万，打起仗来还得靠咱们这些庄户村。对，他奶奶的，上了战场，谁敢后退一步，看我老金一枪不崩了。这倒是，哼，连里出了广联局啊，咱们都跟着丢人。哎，雨果先生，对这个谈点感想吧。啊，别看咱段永国不咋地，报效祖国，咱也愿流点血。可耻逃兵者不可当也。好，小段，到时候就看你的了啊。连长，我想跟大家谈谈。小金到，全连集合。是。我也是个军人，我也有人的尊严。从现在起，谁要是再敢说我赵蒙生贪生怕死，我跟他刺刀见红。是英雄是狗熊，咱们战场上见。现在宣布一下命令，上级决定提升靳开来同志为我们九连的副连长。同志们，仗就要打起来了，我们九连的战斗任务是执行穿插，担任尖刀连。
来来来，穿这个罩。哎呀，不穿。穿上。现在城里就实行这个。去你的！马上。你这穿什么呀？我说不让你买呢，你非得买。你这个……哎，这么瘦？不瘦不瘦，这玩意儿撑着就大了。你这什么？你非得让人穿啊？是我买的时候这……儿子，说你妈真好看，快说。我妈真好看。去。哎，同志，你那衣领全翻出来了。去，你看你的领。我，嗨，你就别让孩子吃蛋糕了。这孩子，你说。哎，你们都准备好了没有啊？靠近点，近点，哎，再靠近点，近点，哎。笑一笑，再笑一笑，哎，哎，好，对，走，哎，好，这飞了你哥，哎，班长，升官了，该请客了啊！对，副连长，副连长，哎，快到前面，全进来吧，快请客，三九，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说好来了，哎，嚯，十块钱，花钱，哎，买酒去啊，五粮液啊，好嘞，大中华，好，好爷，好的，好的，给我一支，给我一支，哦，好好好，好爷，好爷，是啊。我呢？你来几张大烟不错，您够意思。给我一支吧。好好好，今天晚上那个过瘾的，喝点酒啊。今天晚上一会儿咱们就好好的喝点，喝一杯。想不到连长今天也开荤了啊。哎，副连长，副连长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。放心，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死出个样来的。向左转，向右看齐，向前看，不收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十二三四四，报告，补充的数名战斗骨干到了。同志们，通报。怎么样，同志们？救个手，把头都剃了吧。北京部队的吧？是。同志们，这可是在祖国的最后一顿美餐，三鲜馅的饺子。哎，咱们大家伙啊，敞开肚子吃，管够啊！好的，快来来来来，加一个，来来，哎，一勺，好，来来。饺子来了，来，哎，走，好，崔氏班长，饺子饺子，你也来，胖子喝一口，我喝一口，我坐下喝呀，坐下，好，辛苦半天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来来来，好好，喝的，来来，胖子，哎，喝一口，五粮液，我不会喝酒啊，喝，咱们今天在最后品尝品尝这生活的甜蜜味儿，我这是味美思，那玩意儿，娘们喝的，来，今天把这两瓶。全给我干掉！指导员，过去的事我不提了，也不准你再提。
幸福连长，我来敬你一杯啊，祝贺你荣升。我说笔杆子，万一我老金光荣了，别忘了在报纸上吹一吹啊，看见没有？豪言壮语记了一小本，字字句句闪金光。来，老金，把这点酒喝了。哎，烈士陵园见。我说连长，我在最后求你一次，尖刀派由我来带，啊，不能让指导员带。他有文化，念那么多年书不容易。再说，人家先来乍到。你们两个都不能带，尖刀牌我来带。我已经决定了。怎么？你是不是信不过我老金？我当连长已经三年了。一个连长在战场上，他的责任就是身先士卒。给我这个机会吧。我说三喜兄弟，我今看来可是弟兄四个，死了一个还有仨呢。那祖坟上断不了烟火，可你梁三喜不行，你两个哥哥都不在呢，你有老娘，有玉秀。还有那个不知男不知女的向一丹，再说你的指挥才能也比我强。不，你要比我强得多。打敌人我能勇敢，可是敢于提意见，像我们内部那些歪门邪道开炮，你呀要比我勇敢得多。我希望留下你这门大炮。哎，老金，我是撅嘴骡子卖个驴价钱，吃亏就吃亏这个嘴上了。你还欣赏？我欣赏。我现在是在云南边防前线给你写信。咱们的孩子已经出生20多天了吧，可我还不知是男是女。你坐月子我没能回去照顾你，我感到实在对不起你。我秀，当你拿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杀上了自卫还击的战场，也许已经躺在阵地上长眠了。还记得今年初你来连队探亲临回去的最后一夜。嫂子，就不能多住几天吗？家里边有活儿。哦，嫂子，我用子弹壳做了个拨浪鼓，你留着玩吧。俺这么大个人还能玩这个？嫂子，这是留给大家说这么个意思，说你这趟啊不能白来，哎，回去给咱们连长说一个。哎，死老金。早点睡吧，明天一早还要赶路呢。一年到头天天盼着见面，觉着日子过得老慢，可真见了面，日子因为我不
许子。这个，等你回家时带来。九连，我是九连，我是九连，我是九连。你们的位置在哪里？请回话。在这儿。我们是不是在25号地区？对，25号。啊，这在你看。报告营长，我们在25号地区。在25号地区。太慢，太慢，要加快速度。要加快速度，按时到达指定位置。他奶奶的！他们也就知道用尺子量地图，让他们来看看这山这路哪是人走的，哪他妈是人爬的。副连长，你少发牢骚。小队儿，啊，啊，同志们，现在开始清装，带好武器弹药，每人留下两顿饭的干粮，还有水壶，记住，水壶绝对不许丢，其余的统统扔掉。出发。是，跟我来。一排的，注意了，带上水壶和两顿饭的干粮，其余的东西统统的清装，快！什么时候了，还看小说？你还看这个？能看懂吗？报告连长，里面的主要章节我可以背诵。出发！炊事班长，到，把锅扔掉。那饭呢？吃干粮。是。胖子，走吧走吧，跟上。哎呦！那连长，你倒是可以当个军事教官。我想当元帅，口气太大了。连长同志，你也应该想到成为元帅呀。我当个团长就行了。来，把钱给我，别把咱们的元帅压垮了。现在我还是你的士兵啊。叫啥名？说了你也记不住，你就叫我北京吧。北京。
这些暗堡五十米以内，八二五尖炮一敲一个准儿。好，一排长到，准备好，拂晓发起攻击。是，准备好，拂晓发起攻击。你想啥？不想老婆吗？哎，这个时候哪还顾得上想他呀？哎，再过五天，我那小子就快五周岁了，跟我他妈长得一个熊样。儿子，哎，哎，一年就回来这么一趟，也不说帮我干点活，就知道逗孩子玩。哎呀，等我转业回来，天天为你当牛做马啊！嘿，说得好听，到时候啊，我少不了伺候你们爷。嗯，你别着急呀。等我虎儿长大了，娶了媳妇儿，不就有人伺候你了吗？儿啊，你快长大！儿啊，你快长大，你倒是想当老公了你？那当然了，嗯，当了老公公，你得有尊个样啊。那是那是，嗯。哎呀，当老公公了，哎，你说这当老公公。是不是连个屁他都不能大声放了？你想放你就放呗。you
指导员，你看，那就是主峰。副连长，要是再没有水，就要全军覆没。怎么，小段负伤了？没有，可晕过去了。来，拿着。连长，少废话。连长，山脚下有片甘蔗田。对，连长，我去高台战斗力去。胖子，走，去看甘蔗。指导员，有你这话就行了。犯错误的事儿，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正直的去干呢？反正我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，已经出了名了。我就不信他奶奶的200亿换不回来他一捆甘蔗来。一班，跑跑，跟我来。走走。老金，you
队长。劈林劈孔，劈他奶奶的！快，给我找一发好弹来。是。就这发。各排注意迎接。尹排长到，注意搜索残敌，加强警戒。是，各位，注意搜索残敌，加强警戒。散开。是，是。啊，我多想变只鸽子，飞到祖国。连长。向营部报告吧。严斌，哎，连长，连长，连长。
是有心来。你先歇一会儿啊。不。西后。军师团三级党委都做出决定，要求我们重点宣传梁三喜。军区举办的英雄事迹展览会过几天就要开馆展出了。就这些，他有没有什么遗书遗言呢？这是梁三喜同志牺牲的时候留下的。签账单，这不说明什么问题吗？实事求是吧。是我。哦，营长。什么？为什么进副连长，连个三等功也不批呀？外发牢骚。营长，他说的是不是真话？不存在违反纪律的问题。战场上砍干这是我同意的，要处分，你处分我。营长，要是不给进副连长记功，我们的功就都不要了。指导员，你跟他，营长，你听听连里同志们的意见吧。那我要越级反映，我要向军党委、军区党委反映。爸爸怎么还没回来？他到哪去了？爸爸呀，到挺远挺远的地方去打坏蛋去了。我也要打坏蛋。打。叔叔。
妈，我像爸爸吗？指导员，我想问你一句。哦。看来他是怎么死的？他死得很英勇，很壮丽。他是为我们九连牺牲的。你老实告诉我吧，他是不是在战场上犯了什么错？啊？不，没有。说，大嫂，你告诉我，绝对没有。啊，没有，叔叔。看来他是个很好的同志。中国人都像他那样，说真话，做实事儿。我们国家的事情就好办了。大嫂，这是一等功臣近开来通的勋章，收下吧。不，不，大嫂，他，啊，他无辜，不能受伤。大嫂啊。看来他确实是英雄啊，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碉堡，是他带领着我们打退了敌人三次反扑，最后在无名高地上，他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去砍甘蔗。我不清楚，看来他救了我们九连呢。听清楚了，大嫂，这个勋章你一定要收下，要不我们全连都……妈妈，这个奖状我要，这是爸爸的奖状。指导员，回来了。啊，情况怎么样？关于小北京同志的亲属，班里正在查询，说不让咱们再催问了。哦，哎，连长一家什么时候到？团里说已接到山东民政部门的电话，连长的爱人和母亲已经上路十几天了。嗯，还带个孩子。怎么还没到呢？秀，快趁热把这碗面吃了。娘，你吃。别呀，秀，不为大人，为孩子。Thank you.
你怎么不给妈妈写信呢？回国以后，事情太多了吧。走，走这儿。我还是从报纸上看到你们九连，才知道你。怎么？骨伤？没什么，让手榴弹瓶划了一下。妈，走吧。走，就里边那些。我来。那天晚上，妈妈是不应该在那种时候打那个电话。打那儿，我的日子也不好过。妈都60多岁的人了。我生来不是怕死鬼，可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，要死吗？妈宁愿替你去死。妈，吃香蕉吧，这是我们部队自己生产的。蒙生啊，仗打完了，你是怎么打算？你和兰兰也总不能两地分着，你考虑是不是还调回军区啊？我不能。怎么？咱们血也流了，功也立了，咱们也问心无愧。咱们问心有愧呀。哎，赵指导员，小北京的亲属找到了。哦，哪儿？你猜他爸爸是谁？谁？他姓雷，叫雷凯华。雷凯华？雷军长的儿子。什么？爸爸，这上面的批语都是你写的，这不是毛东港批三国，不过是我的一点心得。你小子不能光求洋笔，孙子兵法也要读，那里面有战略思想。这个我早就看过了，爸爸如果有兴趣来批评批评我写的论文。这篇是论国土设防应注意的空间差，还有一篇是我最近写的，防卫作战中的时间差。哈哈，我这穿草鞋的家里出了秀才了。不是秀才，是未来的元帅。元帅，明天你先给我拖地板，不能睡到早上8点。是。老太婆，凯华这么多日子没给你去信，我想你会料到的。我禁得住，你也该禁得住。凯华回不来了，孩子牺牲了。人说忠孝不能双全，凯华为国捐躯，有这样的孩子咱该感到光荣。你放心，离休后我陪你去菜场买菜。会上你的威风够大了，我也知道在那种时候不应该打电话，我也不是有仨有俩，你也知道，可战前动员
你也不能拿蒙生开刀啊。什么贵妇人，哼，你当时那么凶，劈头盖脸的骂我，当初我从死人堆里把你背出来的时候，你怎么不骂我？大姐啊，我的态度不好，我向你道歉。看透了，还有什么人情？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，因为我背后有天理，有国法。天下爹娘都一个样，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？像梁三喜、金开来这些烈士，也是爹娘生养的，人家都有妻儿老小，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只是走过场，该流血牺牲的时候让老百姓的子弟上？这不是共产党。我也流过血，打过仗。大姐，共产党的字典里没有共产两个字。你妈，进来。军长，这是凯华同志的一等功勋章。仗打完了，大姐，现在你可以把蒙生领走，我签字。这些年你离开战争太久了，咱们离开人民太远了。你知道吗？在战场上，要不是梁三喜同志，我能活着回来吗？指导员，这是金大伯，金小柱的爸爸。金大伯，大伯想去医院看看小金。首长们多操心了。大伯，首长们要有事忙，我自己去看看他吧。那咱们一块儿去吧。好，走吧。对。小金，柱子，爸，哎，爸，孩子好吗？指导员，啊，快躺下。爸，哎，我是亲生。啊，将来我们一定很好安排的。谢谢领导。爸，不要告诉奶奶啊。哎，不跟你奶奶说啊。以后我也不会去见她。这个
给奶奶烧去，我做的。报告，进来。指导员，连长家属到了，就在招待所。什么时候到的？哦，刚到。哎，对了，你马上通知各班。嗯，欠账单的事一定不能让大娘和玉秀知道。好，快走吧。哎，谁要是透露出去，纪律处分。是，走。啊，大娘，玉秀嫂子，这是我们指导员。哦，指导员。大娘，给大伙儿添麻烦了。快坐吧。啊，坐，坐。啊。听说你们离开家十多天了，指导员。啊。那他们下了火车，是走着。什么？大娘，出了火车站不远就是汽车站，汽车能直接开到连里。你们没打听着汽车站在哪儿吗？打听着了。那庄稼人走点路不碍事儿啊。哎，是不是团里寄取的路费你们没收到？收到了。盼盼怎么了？是不是病了？请医生给看一下吧。啊，不，不是生病。孩子刚出了满月，玉秀就听到了三喜的事儿。奶奶，打奶奶水就不够了。奶奶，哦，盼盼乖啊，盼盼听话的。嗯。找钱。好，好。哎，老傅啊。哎。指导员，抽烟啊。哎，明天你进城的话，嗯，顺便把我这个照相机送委托店卖了。嗯，卖了，我急等着用钱。进口货，卖多少钱？随他们估好了。那哎，最好明天就能把钱带回来啊。哎，乖盼盼哟，好盼盼，乖盼盼。妮子又尿了。秀，咱来的路你记着了吗？嗯，记着了。我琢磨着，等盼盼长大了，还是把他爹的骨头背回去，埋到咱老家去。娘，那是旧风俗。是啊，我这是老脑筋喽。听他们说，明年要在这修陵园立石碑呢。嫂子，指导员。娘。大娘。指导员来了。啊，坐吧。这点奶粉橘子汁儿给盼盼冲着喝吧。哦，这那得多少钱呢？大娘，您甭管了。哎，这不是公家的钱，是指导员他。啊，这是我们大伙儿给盼盼的一点礼物。不，那哪好啊，快笑。你们不要管了。这是我们大伙儿的一点心意，收下吧。啊，那就谢谢大伙儿了。玉秀嫂子。嗯。这是三喜同志的遗物。组织上让我交给你。Thank you.
指导员，玉秀嫂子不见了。什么？都找了没有？三喜，妈又来看你了，三喜，就走吧，你放心吧，你合上眼睛吧，嗯，俺要给娘养老送终，爸爸。娘给你养大，成人，指导员，没事，啊，就是觉着心里头闷疼，想出来走走。你们先回去吧，指导员，俺娘俩在这待会儿。咱不哭了，秀。嗯，多想想以后的日子，想想盼盼。可是，烈士家属。啊。你是？我也是。我的孩子也埋在这里。老几呀？就这一个。这是你家的？老三。老大打鬼子那功夫牺牲了。哦。老二，文化大革命让坏人整死了。这是老三呢，大嫂，听你的口音像是山东的。啊，沂蒙山的，俺那儿是老区啊。
老同志，想开点儿。俗话说，人活百岁也是死，孩子们这么死了，值得。大娘，你劝劝玉秀嫂子，别让她再洗了。自打来到这儿，她一直都没闲着。你就让她洗吧，指导员，在家也闲不住。以后想给同志们洗，也洗不成了。老嫂子，三喜同志在战场上保护了蒙生，从今往后蒙生也就是您的儿子。军长，连长欠的账我准备替他还上。在这次战争里，有那么多从农村入伍的烈士留下了欠账单，尤其是从老区来的，这个情况我们要向党中央报告。哎，你是团里的宣传干事？是。宣传凯华，一定要实事求是。是。在报道文章里不许出现我的名字。是。凯华就是凯华，半点都不许借凯华宣传我，用我。嗯、是。哎。他们九连副连长秦开来在战场上表现得那么勇敢，你们团为什么不给他立功啊？这关于这个情况，我请你搞个调查报告，是你3天写好直接送金团委。是。王生，嗯，你是不是留秦开来的家属再多住上7天？他们已经走了。我们有些干部总是爱听阿姨奉承，对于爱提意见的同志到死他们也不肯放过。不给信开来立功，天理难容。军长说过，给梁大娘一家送行要按接待中央慰问团的规格办。我知道。啊、嗯、还有。哎，海参发好了吗？啊，发好了。瞧，发的多烂乎，大娘牙不好。哎，加个8次苹果怎么样？啊，咱做8次香蕉。主食呢？啊，在这儿。7件饺子，图个吉利。大娘，咱们先喝杯酒吧。别忙活了，都不会喝。俺也不会。那先吃菜吧。啊，是啊，嫂子，你要吃点菜吧。哎呀，我来晚了，对不起。大娘，哎呀，这是我们军的雷军长。大嫂，我们见过面呐，那天在行。就是那天在墓地里见到的那位。对。啊，大嫂。嗨，大嫂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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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怎么不喝酒啊？大嫂，玉秀同志，我听说你们要走了。我今天不是以一个军长身份来向你们敬酒的，我是以一个烈士家属身份来的。咱们一块儿喝两杯薄酒吧。这第一杯酒咱不喝，把它献给为国捐躯的烈士们，告慰他们在天之灵。这杯酒咱一定要喝。大嫂，玉秀同志，我家凯华跟你家三喜，他们血流在一起，坟也埋在一起，咱们共同来喝这杯吧，好吗？好啊，我喝。希望你也喝。早年间，陈老总在俺鲁中军区开之前庆功会的时候啊，我喝过一回酒。30多年了，首长。我想说句心里话。您请说。你是个军长，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，牺牲了，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，我总算是看到了。好啊，好啊，你们好啊，中国能兴旺啊，来来，拔丝香蕉好了吗？这不，一会儿就得。嗯。指导员。好，大人。咱明天，俺和玉秀就走了。大娘想求你件事儿。好啊。三喜儿在队伍上欠了620块钱，我都带来了。这是550块，这是70块，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。哦，对了，听说那个，姓什么呀？啊，对呀，那个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，那就把钱寄到他家去，人死账不能空啊。帮俺办办吧。大娘，不能啊，玉秀嫂子，不能。这抚恤金，老人家，万万不能用抚恤金还账。大娘，连长，大娘，我们还，我们大娘，你不要管了，这个账让我来还。不，就说我来话。指导员，你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，孩子，你起来。指导员，你起来，跟大娘说，起来，起来。一定不能让大娘还，大娘还好。不，指导员，你听我说，
首长，这里边还有公家的钱，大伙的心意跟玉秀领了。嫂子，郑元，钱的钱咱帮着还吧，不是让大娘还。从前大娘说过，大伙的心意俺跟玉秀领了，真的领了，领了，俺一家子都领了。可三喜生前留下的话，大娘我不能违呀。大娘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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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娘还钱呢。指导员，这是三喜儿留给俺的。玉秀，我就要杀上战场了，战斗中生死难料，如果我在战斗中牺牲了，这封信就全当我的遗言吧。我惦记的就是娘和你，娘一辈子吃苦受累，没享过一天福。我这个当儿子的，没有尽到一点孝心。想起这些，我心里就像刀割一样难受。玉秀，俺当兵在外，没能帮你一把。自你来到俺家，你像个长工一样，每天下地干活，回家伺候老人，担水、做饭、喂猪、养鸡。里里外外全靠你，你那么累，却没一句怨言。秀，自你嫁给我，我没有给你买过一件像样的衣服。想起这些，我就觉得一辈子也对不起你。秀，你对俺梁家的大恩大德，我就是在九泉之下进。玉秀，前几年为咱爹治病我欠下的债还有620元没还清，如果我死后政府还能发给我们550元的抚恤金，你和娘再把家里那头猪卖了凑上去，我看就差不多了。人死账不能死，玉秀，咱人穷志不短，欠的账你一定替我还上。玉秀，我还有句话，你可一定要照着办。你还年轻，才24岁，我死后遇上合适的人，你就另成个家吧。咱娘是个明白人，那样她欢喜，我在九泉之下也就闭上眼睛了。玉秀，我没有啥，没给你留下任何遗产，只有一件军大衣没舍得穿，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。玉秀，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，你来信说让我给孩子起个名儿，我想来想去就叫盼盼吧，让你和孩子都盼上个好日子吧。
喜儿，娘走了，等盼盼长大了再来给你添土上坟吧。秀，替盼盼给他爹磕个头。Thank you.